同学们早安，我是叶老师。同学们，请问今天是星期几呢？今天是星期四。Hari ini hari Kamis. Today is Thursday, 星期四。今天的日期是2021年8月5日。8月5日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科目是道德课，标题有当打喷嚏或咳嗽时，我会淹鼻子和嘴巴。当打喷嚏或咳嗽时，我会淹鼻子和嘴巴。OK， 好，这是我们道德教育的课本。好，拿出课本二，道德教育的课本二。好，请翻开课本的第21页。Muka surat 21. Sila tulis tarikh dan bulatkan muka surat. 请写上日期和全圆圈。今天的标题有当打喷嚏或咳嗽时，我会淹鼻子和嘴巴。当打喷嚏或咳嗽时，我会淹鼻子和嘴巴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些小朋友，他去哪里呢？去宠物店，对吗？啊，去了一间宠物店。这三个小朋友啊，有些人啊会因为这一些宠物的毛发啊，因为会打喷嚏或者是咳嗽啊，会让这些宠会给这宠物的毛发啊，可能宠物会掉这些毛发啊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两个，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啊，他们正在打喷嚏或者是咳嗽。但是你有注意到吗？他们打喷嚏或者咳嗽时，他们有用一个小手帕来掩盖他的鼻子和嘴巴，有没有看见啊？所以我们要照顾卫生，我们要照顾自己的卫生。啊，你知道什么是打喷嚏吗？啊，打喷嚏就是现在这一个小朋友这样哈啾啊，哈啾就是打喷嚏，咳嗽就是咳嗽啊，打喷嚏和咳嗽。我们应该要掩盖鼻子和嘴巴啊，如果我们没有掩盖鼻子和嘴巴，你看这是非常恶心的，你的口水啊、细菌啊会乱喷啊，会散播在这一些空气里面啊，或者是周围啊，弄到一些细菌出来，所以就不好咯。你看，那如果我们打喷嚏的时候啊，会有多少的细菌啊，从我们的鼻子啊、我们的嘴巴散发出来。OK， 有很多的细菌呢，是我们看不见的。好，所以呢，你看打喷嚏，这样对，这样不对。啊，我们应该要用这个手肘盖着。啊，哈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手肘这样盖着，不可以用这个我们的手掌这样子哈啾这样子盖着，用我们的手掌这样子是不对的，因为等下我们的手这边就会有细菌哦，就会有这些口水这些啊。啊，这个是呢防御这个打喷嚏和咳嗽的礼仪，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做呢？OK， 第一呢，他说避免直接用手掩盖这一个口鼻。OK， 避免就是请不要用这个手直接掩盖这一个口鼻。第二，用纸巾掩盖。啊，他要我们用纸巾啊，你有 tissue 的话，赶快抽一张纸巾出来掩盖。如果来不及，如果没有纸巾，可以用手肘或这个衣袖掩盖你的口鼻啊，用你这个手肘，看到他怎么做吗？啊，就是这一个图片，给这一个图片啊，跟着这一个图片做。还有呢，使用过的纸巾丢入垃圾桶，一定要丢入垃圾桶哦。再来，如果你用手啊来不及了啊，就用手的话，如果用手捂过口鼻，一定要及时的洗手，因为你手上已经沾了一些细菌，看不到的细菌。啊，我们就是这样，你看
用纸巾或者用手肘，然后把杯子丢入垃圾桶，还有彻底的清洗双手。第三个星期，老师已经教你们洗手的方法了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吗？这一个是正确的戴口罩四步骤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开这一个口罩咯，把它开起来，然后检查看看有没有破洞啊，有没有破损，或者是它的那个耳钩的那个绳子断了，就不可以戴咯，坏了咯。第二，我们就戴咯，戴上去啊，两端挂在耳朵，然后鼻梁片固定在鼻梁，口罩要往下拉到下巴，OK，那个铁片啊，那个鼻梁片我们要按紧，然后让口罩贴近我们的脸，然后我们要看咯，这边旁边是否有很多洞洞，我们要拉紧它，OK。这个是正确的戴口罩啊，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出门都要戴口罩，因为四处充满了细菌，充满了病毒，所以我们要戴口罩来盖住我们的口鼻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戴口罩的正确方法。戴上去，然后拉去下巴，按紧；戴上，拉去下巴，按紧。OK，你清楚了吗？一定要拿去下巴哦。好，那么课本的下面这一个部分呢，它要我们唱一唱。OK，这边有一首卫生歌这样子的，可以教我们唱一唱。那么先跟老师念一遍。喷嚏或咳嗽时，掩盖鼻子和嘴巴。大家要注意卫生，掩盖鼻子和嘴巴。打喷嚏或咳嗽时，大家要注意卫生。这里写呢是要我们用这个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的曲调来唱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有没有听过呢，小朋友？有对吗？所以你用这一个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曲调来唱。好，那么老师现在唱一遍，你可以在家里跟着唱，可以多多唱，你就会记得了。可以，打喷嚏或咳嗽时，掩盖鼻子和嘴巴，大家要注意卫生，掩盖鼻子和嘴巴。打喷嚏或咳嗽时，大家要注意卫生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学习的道德价值观呢，我们要保持卫生，这样子啊，病毒啊才不会侵进我们，知道吗？我们要勤劳的洗手，勤劳的消毒，勤劳的用纸巾，打喷嚏或咳嗽时，不要把你的这一些口沫，就是你的口水啊、细菌啊，喷到别人，OK？要注意卫生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看22页。22页也要做啊，21和22，你写上日期，还有圈圆圈。我们来看看这里的指示，谁有照顾他的宠物，打勾，有照顾宠物的才打勾哦。好，我们看看第一个小朋友，他在喂他的猫和牛奶，他有没有照顾他的宠物呢？答案是有的，OK，我们给他一个勾勾。OK，第二个小朋友呢，你看。他只顾着玩电脑，他的猫啊，哦，肚子饿了，想吃鱼了。可是他有理他吗？没有，所以他有照顾他的宠物吗？没有。第三个中间那一个图片，他在帮他的狗狗做什么呢？冲凉、洗澡啊，冲干净，所以他有照顾他的狗狗。接下来吃。兔子，他养了一只兔子啊，他在拿胡萝卜喂他的兔子，所以他也有照顾他的宠物。哦，最后一个，他养了一只狗，他在做什么呢？他手上拿了一条棍，在要欺负他的狗，要打他的狗，所以这是照顾吗？不是，所以我们不能给他狗狗。诶。
好，接着下来呢，请你拿出这一个道德教育的作业二，作业。好，接着下来是作业，作业也是翻开第21页，写上日期和确认权。今天我们学的标题，当打喷嚏或咳嗽时，我会咽鼻子和嘴巴。我们看看这一个指示，哪些小孩做的不对，画打叉。他做的不对，好，我们看看第一个小孩，他打喷嚏的时候，他用纸巾或者是手帕这样子掩盖他的鼻子和嘴巴，对吗？是对的，OK。好，接着下来，你看第二个小朋友，他在做什么？哦，他打喷嚏的时候就直接这样子对着周围讲哈啾，这样子，他完全没有用手肘用东西挡着，他做的对吗？不对，打叉。第三个呢？三个啊，他打喷嚏的时候，他有用纸巾，所以他做的对，只有一个小朋友做的不对。好，下面，当你打喷嚏或咳嗽时，可以用以下哪些东西来掩盖鼻子和嘴巴呢？圈一圈，我们可以用哪一些东西呢？第一个，手帕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手帕。第二个，纸巾，纸巾可以吗？纸巾也是可以的。第三个盘子，可以用盘子吗？不可以啊。第四个书包，可以用书包吗？请问，不可以，因为书包我们不常洗的，所以我们不可以用书包。接下来是口罩，可以戴口罩吗？当你有咳嗽，啊，你要出门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定要戴上口罩，可以的。接下来椅子，可以用杯子吗？答案是不可以，只有三种：手帕、纸巾、口罩，把它圈起来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看第22页，今天做21和22。好，请写上日期还有圈圆圈。看看指示，以下的小朋友做得对吗？对的打勾，错的画叉。OK，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小朋友，他用纸巾打喷嚏的时候或者咳嗽，他用纸巾来捂住口鼻，对吗？对，打勾。好，第二个呢，他把手洗干净，保持卫生，他对吗？对，也做得很对。OK，我们要常常的洗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小朋友他在照顾他的兔子，喂他的兔子吃胡萝卜。他做的对吗？答案是对的。哦，好，我们看看旁边第一个图片。哦，他养了一只兔子，但是他在欺负他的兔子，他在扯他兔子的耳朵，他在拉他兔子的耳朵。他的兔子开心吗？开心，因为他在欺负他，所以他做的对吗？不对，我们画打叉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你看，哦，他养鱼。他用那个鱼啊，那个捞鱼的，去一直去跟他的鱼下他的鱼这样子，啊，他也是做的不对。好，最后一个人他在帮他的狗狗洗澡，洗干净，身上没有跳蚤，没有细菌，啊，所以他做的对吗？对的，所以我们对的打勾，错的就打叉。好，今天我们的教学就到这里了，祝小朋友学习愉快，再见。